也太难过了吧。还好，其实你不要去想，不要想他就好了。拯救我的发型吧，我的天哪。还是搞不好的。如果现在把我的假发薅下来，会不会很吓人？我觉得没必要薅下来。那我现在有点就是乱的，需要整理一下。但是对，太混乱，不代表它本身不好看。这样也还行。想把它薅下来。要帮忙吗？也想薅我头。Amanda，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，Amanda？ 不想营业了。最初觉得可能今天就是类似于情侣特辑啊，对吧？每个人有一个女搭档啊，然后我的搭档就是我老婆，然后我们一起做任务，完成任务，最后在一起撕名牌，开心完事儿啦，就这样。没有想到今天那么特殊啊！今天这样确实让我挺意外的，节目组真是用心良苦，真的非常的感谢，特别开心。那最害怕在节目里发生什么状况呢？我老婆来了。就是刚才那种那个默契大考验，我觉得就挺考验的啊！万一出来的答案完全不一样，会很尴尬。最可爱的时刻，我觉得他都挺可爱的。